招呼，但我没有，我穿这样不好意思。我们是不是该开始准备结婚用品了？两者我都不能错过，首先得先抓住叶叶的心才行。我看你的薪水也不多，每个月都会另外多给你。你说你没有男朋友对吧？好像快有了。那个，我有看到卧室里的照片。我的照片？那是什么时候拍的？是谁帮您拍的呢？朋友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连播2小时《白夜童话》，东森戏剧台。